对啊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你觉得你男朋友帅吗？还好吧。那他是不是很有钱？没有啊。那你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？你知道《道德经》吗？知道啊。那你知道老子为什么要写《道德经》吗？不知道。因为老子愿意。因为老子愿意。别别别别别！